刘备整个选手他们整个就是感觉宣传照拍宣传照的时候都比较腼腆，对，然后就军哥哥一个人就比较那种阿杜宣传照张扬一点，对对对，暴走啊，哎呦，一个放不对着黑鸟。线的话应该是黑鸟会有一些优势，但是他也很难压死泡沫，这边下路又是消耗一波，这两个人的话线上想杀比较难，但他们的消耗能力还是非常强的，对，主要是大家还要这个英雄作为四号他本身的体质太好了，是 RTZ 的伐木机是自己走到下路来了，对，他自己走到下路想跟队友去做一个换路，因为上路的优势的话不好发挥，然后大家还要是选择，对，而且这个是中期的事情，在线上如果说就很疯的话，中期可能你都没有给到套子的机会。我看亚伯顿现在经济是，非常的差，只有1000块。这个上路简直就是召唤物大战，小树人大战巨毒的蛇棒。这边有一波大野，大家还要跟先知再抢抢。叔叔这个棒子不够灵活，好像是没有抢过，积纯战资源，然后后期大后期才特别强的英雄。对，就是这个英雄要吃的资源太多了。到现在为止那么少的一个原因吗？对，就是因为他之前的出装是会有真空期的，然后这一局的话亚伯顿现在目前其实正在度过一个真空期，但是这段时间EG是没有进攻，没有给到牛逼压力，而且我觉得正是因为 POM 的这种出装啊，所以他经济在这个时间点有点点，哎，这边上路落单的最多数是被刷，这个还没有办法，中了一个紫苑放不了任何的技能，然后深沉这边是有机会单杀的，有 BKB 的黑鸟直接 A 死，漂亮，再往前跟三下，哎，开 BKB， 小娜家大招留人了。他如果开 BKB 的话，一个大招应该是可以秒 POM 的。这个剑是没有接到，失败。然后反正小娜家深沉智力吸了非常多，但是个没啃。这边干扰者留到那个伐木机，大哥伐木机被点死，漂亮。大家海妖也是被收，是一个1-3。这一波大家海妖最后被剧毒术士的蛇棒给点死了。这波EG是碰到了一个怪物黑鸟啊，这边上路被先知拆掉了，这个兵营很关键，伐木机抢点加少数人EG先过一路，而且下路的位置掉下来，极限吹风就是敌手落地跳走，两个酱油很难挡住EG双核的进攻啊，深沉在正面是完成了一波双杀，底下的炮兵团长已经被破了，是的，还要杀萨尔，RTZ 过来是单杀了一个萨尔，中路这边在强追呢，看大家杀掉这一波，看EG的双核回防之后怎么说，他还留人不让伐木机回去，继续拆，要直接拆基地了，牛逼也反破了一路之后想直接点基地，这个点基地这个时间三个人全部都不能买活，是的，但是可能点不完，破塔是有机会的， Universe 马上在下，我觉得在下可能会更好一些，这个时候牛逼有点太凶了，直接拆基地， Universe 拆得非常快，这样话有值得吗？拆掉了，拆掉了，就剩下一个基地了。RTZ 一个人守，泡沫买活，船长复活，一切是可以传回。飓风场底四下普攻，泡沫过来的星落一个水船，整个阵型黑鸟一个关，救一下，放好棒子，强迫基地杀完再留人。这边塔塔保证这边先知回不去，大家还要复活。要成功了，要成功了！用命去拆，开 BKB 强拆，漂亮！牛逼！这局赢得非常血性啊！是的，最后是强拆成功。那么这局真的是大快人心吧？是的。